们今天又来修车子了。上次车子到这个修车的地方保养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后面的刹车片它磨损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开了13万公里啊，就是没有换过。考虑到跑长途比较多的话呢，建议换一下还是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因为上次的时候它没有这个刹车片，听说今天已经到货了，我们赶紧来给它换一下，过段时间可能又要跑长途了啊。保养到我车了。我就不是网红，我就是，我就叫那自媒体，不叫网红。他妈上太阳了。在哪买的二手车喂？我就是不能给我爸买的牌子，还是。多久啊？一个月。教练车的牌子。那就是个教练车一个车型嘞。一个月的噻。就是教练车一个车型了喂。我这是罗田金融公司，是跟着是按政府的压力，都是配把这个快递进城的事。就是我的公司负责把罗田的快递全部都送到那儿来，每个乡镇的一个东莞站也好，那些乡镇的分城都是免费的，城里人拿不到城里拿货也是不收费的。哦。就是现在每个城都不便宜啊。每个人比较覆盖的，就是被你们有的些比较偏门的，或者特别下有的些可能好多城几乎没人的，就是哦，就会定要在那最近的一个城有个站点哦。哎呀，好麻烦了。有那边有4个城，我的路上有10个点，后期还会再往那边方便了哈。那是就是为了方便的，就是为了方便。那你这个整个量子好大？啊，就是好大个量子。我不是一般的。那也为罗田的经济做了好大贡献了，那也推广罗田的那个。我看那个快递干不出来了。哦，是的，但是这年底子可能要炒，这会好。软件几号？我也不晓得软件。那个片子不是放的一吧？那是放的盘是不是一呀？哦。两个新片子是。准备打开机柜，打开保质品那个包。那好多超别激动。那个扫车盘是不是一般都没得人放喽？有啊有啊，那屋里还没有这个放呢，没太好。啊。小明哥啊，好点不啊？昨天的。啊，来，看啥子？那个胶的还行的，那差别大的，啊，那这么得了，那就是剩的1/3了。好热，还是热的。好热。还热乎的，还有点好像你桶一样的，好我忘了。是不是好多种金属粉末子，然后压住的了？好小啊。不是，不是这个。收进去。收进去。哦，直接上了进去。嗯，叫我去往年修，没那些工具，你这几口脸了，搁那去捡的时候往里抽。哈哈，没买的螺丝，这是没得。就那一颗的。嗯。我看那个香瓜也好简单的哈，那个简单的。我那儿那个香瓜是不是叫那扭力梁是吧？我们家那叫什么？现在现在还也好好的。嗯，现在还也好好。这个人少了。那瑞看是不是死多些嘞？没有。新闻稿换一首呗。老头，有没有拿钱是个人上得了？这个你。我第一还是不晓得那个还是不晓得那个还很小的我靠我从两边不一样了喂里面是棒的里面
发些。哦。你看那个模式在经验中啊，你咋不搞的话有问题看。没得那个了。哎，你去睡觉上次躺啊，这个太过瘾了。睡觉都玩了。一会儿吧。十个一二三，打了一百公里，好，赶快哦。有点心慌，看这场景。哎，这两套挺瘦，上一虚的有点心慌，像过走过山腿那种感觉呀。嗯。过程感觉强不强？哎，好多。对不？他一放假回来的袋子多，物流可能还少点。快点，快点，放了。一放假回来的那个么是那些松啊、青啊、袋子多的。没事哈。还很甜。那个顶配的3.9秒钟，十公里。好像是顶配的是4.5秒，好像是。那还有快些。有兄弟们，你应该知道哪都是累啊。啊？哪都是超量嘛。哦，那么江湖啊，背负的。好多也是个老点。没钱的，全部都是钱，像哪个超量一条子没得。这差不多吧？啊？这差不多，现在进去了。那可以拿。油还没进去，他看见挤出去了，把油弹的。哦。有那个公主。我被我一捞了，打底了嘛。他不是上那个片子了，上个公主挤那个软珠的那个铁那个杆子，就把油挤出去了。你要把油重新注入到那个缸子里，它才会慢慢的。我被一下子捞到那一缸，捞到那一缸。小钱，三毛。要不搞完了，准备回去了。走啊，妈妈，你要出门。嗯，回去喽。现在可以放心跑长途。